之前你不是说这支国家队没有荣誉感，就能当初作为国脚是？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说。我很理解球员，能披上中国队战袍的所有的这个球员，他肯定有荣誉感，啊，他肯定有一些牺牲的精神，不能这样去评论队员，应该去听听外面的声音，啊，如何能在今后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，首先上从态度上作为转变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他们态度不好啊，因为毕竟是披着国家队的这个战袍，身体的这种状态啊，联赛三轮啊，有亚冠啊，甚至于中间整个一个间歇期都没有得到休息啊，可能是新赛季投入以后第一个疲劳期的产生啊，队伍也没有很好的去捏合，都是没有，我们就说没有默契度的啊。你像这样的比赛打这样一支世界这种强队，我觉得大家应该理解。云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